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雨桐。我的专题是缝纫，缝纫就是用线和针孕育出的任何痕迹。我想要发展的主题有包包、手帕、线、工作包、笔记本。杯垫、线兜、桌巾，还有野餐的发展，我已经学会了七种缝法，而现在正在实验的是如何把字缝在布上。谢谢大家。